天星碼頭呢度睇日落咧，其實好靚噶。尤其有個咁靚嘅鐘樓影襯住咧，就更加 perfect 啦。呢度就是在海運碼頭嗰度，唔係係海運大廈，睇維多利亞海港嘅日落啦。因為日落很特別啊，雖然烏雲滿布，但始終金光都會破烏雲而出嘅，非常特別嘅日落。想近啲睇下呢度金光先。整個太陽破烏雲而出啦，好靚啊！就是金光閃閃的輪光喺海面度，好靚好靚。即係帶俾人希望，希望你真係會帶嚟好事發生啦。上呢嚿餘暉先，呢度金光真係好靚，喺海面嗰個倒影閃閃生輝㗎。呢度咧就喺 L6 天台嘅停車場睇香港維多利亞海景嘅夜景啦，係咪好靚咧？五光十色，好璀璨，好繁榮。呢樣夜景咧，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咧都會好念念不忘嘅，呢個係好靚。天星碼頭啦，呢個就是尖沙咀的天星小輪碼頭啦。維多利亞海港的夜景咧，相信每個香港人都好中意。呢度可以話係香港 signature 嘅夜景嚟，好靚，好璀璨嘅燈飾。如果撞啱聖誕節咧，仲更加有聖誕氣氛，因為好多嗰啲聖誕節嘅裝飾咧，都會令到維多利亞海港嘅夜景咧係更加添特色嘅。呢度咧就是中港城嘅夜景啦，尖沙咀是一个睇香港夜景的好地方嚟嘅。彩缤纷的霓虹灯光射落海面上很漂亮，有不同颜色。香港虽然很小，是一个弹丸之地，但它也有很多不同特色的靓景。
一方面你可以從佢璀璨繁華嘅夜景咧睇到佢大都會嘅魅力啦，另一方面喺郊野公園啊一啲離島咧，佢都會有好靚嘅大自然美景嘅。所以話咧，可以話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嘅，一個咁靚咁有特色嘅地方，好難個人唔中意嘅，係咪？